这样会在路边先跟哪一个人对看？可能金世佳吧。真的吗？康熙合作电影《痴痴的爱》找来两枚鲜肉伺候 IPSS， 因为我从来没有试过有胡子的男生。导演蔡康永立刻送上鲜肉要跟 IPSS 切磋。有完没完？金世佳会下次毒手都是因为被 S 打伤在前，蚊子就是肉块，或者像你这样碰一下而已啊。可是我跟李子峰是，我先拥抱你，他李子峰，我跟李子峰更变态，他已经上台，不要再聊李子峰。这跟李子峰是因为你给我安排了很多种不同姿势的舌吻，是你逼我的，我哪有？戏里根本用不到。徐弟，我要看到你的舌头，我说有这个必要吗？好。舌吻的戏大概拍了七种姿势，然后我就一开始觉得还蛮兴奋，因为李子峰真的是有勾起，你知道就是 you know 这种高度都是对我来说是刚刚好，就是你只要低头，只要抬头，就觉得就是哎，不清楚要干嘛。你先伸子宫门。哦，一起吧。我想劝他一下。我要这样跟他舌吻，李子峰就一直在我耳边吹气。然后在我耳边喃喃自语说：“哎，他怎么亲好了？怎么亲好了？”吹气，吹气，然后觉得我好像是酒店的小姐。